之前能够在这里享受这么好玩的一个晚上，我觉得我非常幸福。今天你们是我最大的生日礼物，谢谢。最后一场演唱会了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，真的。那你就不要走了。数一下这两年多的日子里面，飞了很多很多的地方，飞过很多很多的时间，我大部分的时间根本就是在飞机上面度过的，我觉得。然后每一次去到新的地方，看到很多很多的人，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，现在还有很多人，你们拿着雨伞站在这里，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对我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礼物，是我生命里面很宝贵的一些经历。其实总结一下的话，我觉得很多的数字，飞过不知道什么多少公里，开过多少场演唱会，去过多少个城市，有多少观众，我觉得这些数字都不重要，因为数字是冰冷的。可是在这些数字的背后，有的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你们，这是让我最温暖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一场演唱会对我来说，整个巡回演唱会对我来说，是我23年超过24年人生里面做过最成功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成功并不是因为去了哪里见了多少观众，这个成功是因为在这一路上有那么多爱我的你们，还有那么多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，有那么多支持，那么多爱，我们一起保护着音乐，我们一起享受着音乐，热爱着音乐，我觉得这才是最成功的事。谢谢你们，真的，我觉得那么多人分享着一样的情感，分享着音乐，地球61、71人了，我们能够透过音乐这样子来相遇，这真的是一种缘分，我非常感激上天给我这一份礼物。我希望在最后的这一首歌里面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享受音乐的美好，真的最后一次，大家跟我一起享受好不好？我希望新的心跳该入了。今天过后，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会一直延续的生命，过去就才够真实，人都不才够坚持，故事还没有走好结局，就让我Shut up!
太沟通，心胸不太够真实而且时间还未停歇、就让我们忘了过去有多悲伤，打开手掌的翅膀，为自己带上要下的皇冠，无论世界有多疯狂，我们是以我的风狂经过了燃烧新的心跳，新的心跳，新的心跳，去制服我的心脏，给未来的鼓掌，把这束痛苦的煎熬，就是在不说天啊，一切已经难搞，永远的煎熬。北京，你们稍微快点，谢谢你们。一切都是新的。